你两眼无神，毛孔粗大，是不是你睡眠不好？嗯，豆姐不秀。对呀、啊。你怀孕了？大夫，您不检查一下就知道我怀孕了？肯定怀孕了吗？那还用查吗？哎，那个护士长，你带她去化验一下。小李啊，你一个胎什么时候打？我钱没错过，还没考虑好呢。我跟你讲哦，女人打胎不能打太多哟，像你一年打七八次，这样对身体不好的。一定要节制，知道吗？要注意身体，不能乱来，知不知道？化验单子来了。呀，我说过了。怀孕了吗？啊，真怀孕了！而且胎位不正。胎位不正。哦。你赶紧打胎的嘛！如果再不打胎，小孩子要生出来从肚脐眼生出来的。啊？这么吓人啊？还有更吓人的事啊，生都生不出来。那大夫，你赶紧给我弄掉吧。现在不是愚人节快到了嘛？我们诊所啊搞活动。打一送一，啊，打一送一，哎，就是打一胎送一胎。什么叫打一胎送一胎呀？哎呀，就是你下次来打胎不收钱了。啊，这么好，那我下次打胎就不用花钱了。那大夫，您赶紧给我安排手术吧。现在打胎我们收费是168元。这么贵呀？哦，我们那还便宜的，分别是。60吧和90吧两个套餐，你选哪一个？我选68的吧。我可告诉你哦，60吧是不打麻药的哦。啊？那98的呢？90吧那个麻药，有的时候灵，有的时候不灵，还有可能啊，做到中途痛醒过来。那我选择68的吧。小姐。你也太勇敢了嘛！你是我们诊所开业以来第一个选那个套餐的人，牛！好，我们就抓紧时间啊！那个小李啊，你暂时就回避一下。啊，我也是女的，我为什么要回避啊？因为我们手术场面很血腥，说不定你看着会晕过去的哦。啊，那我赶紧走吧。是你给我做手术吗？怎么了？你歧视男同志吗？躺下来噻。啊？大夫，你轻一点啊。你放心的啦。肯定是轻拿轻放的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等一下！你又抓什么？我补个妆。这里是肠胃炎，我们等会儿取啥子出来哟？去冰箱里把那猪头肉拿过来。猪头肉？猪头肉被我昨天晚上煮到吃了。你怎么这么好吃吗？你猪头肉是拿来做手术的？你哪个那么小气啊？吃你的肉那个嘛，吃你的肉那个嘛？你每天晚上吃我的肉喂？哼！这一码和一码干嘛？我诊所不是每个月还拿3块零花钱给你花的吗？那你也是个小气鬼。唉，像我男朋友每天给我煮肉吃，我想买啥子都给我买啥子。你看我们诊所的经济效益又不是很好，我每个月还拿3块钱跟你说，我会叫我老婆每天抢我的价钱，我一直过得也很难受呗。哎，你们也是大伙过日子的。你才是大伙过日子的嘞。我们是小三。哈